这是红武的太阳啊，那这一颗是车友的电池哦，因为他车上没有装车窗，也没有装太阳能，那只好用大叔的太阳能哦来帮他充电。那我只有用200 A， 那他现在是45哦，这边45 AH 的哈。那现在早上的太阳大概有6.8到6.9 A， 基本上这个效能还不错的哈。以太阳能而言，因为只有200，再来就是大叔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30A 在充了，现在怠速19，我大概调在30以内，那最高会到哪里？到31左右。OK， 那个老板娘，红武的准备好了吗？够。那个我们要等小鱼姐。小一姐不用带她了，我们先走。你确定吗？那你先开。对啊，那你开第一个好了，不然我怕被她打。现在是小一姐开车。好吧 ，OK go， 我最后我们要去哪里？准备下一个行程，走 ，go go go。今天第一个行程。今天的第一个行程。好，那我们又继续我们的那个，你确定往上走？啊，导航呢？对，我们的澎湖喇赛行程。对，我们往上走。啊，问题没有看到。到底是往上往下？拍一张照，然后我们要去拍鱼。对啊，拍金鱼。走，他们有导航吗？就是有啊。有 Google 地标吗？不知道，就是第一个行程嘛，不知道哥是走哪个。没问题。哎，后面都没跟到了。是要跑到对面去？对啊。加速一下。慈溪柱状玄武岩呐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家餐厅哎、欸，其实中午可以来这边吃就好了。你看，那我等一下去吃生鱼片，11:30，你有那么丰富一道？是啊、哦，生鱼片吃一半。塞牙缝了的。哎、欸，而且西语餐厅这间看起来蛮干净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跟老板娘我们挑餐厅就这样，外表干干净净的，我们不用说很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只要像这样子有没有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我们就想进去。干干净净的，因为毕竟外食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救没关系。我在这哦，这里看起来不错。哦，对啊，哦，这不错、哦。这看起来比较大烟粥，这看起来就想来吃吗？那你独家呢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另外一家来家。好，那车都别在里面。那停在家的对吧？对啊，那水会停吧？那个水会停吧？那如果你要回转，这是一个关帝庙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，这是在哪里？西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关帝庙。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柱洞啊，我嘛别记得。然后你看这里，给他们建这样子一个不错哦。而且那个水好清澈。两个那个雨伞。哦。伞状的凉亭了啊。然后你看下面这个水，很清澈又漂亮。清澈可见到那个海底啊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走过去啊？好，去我们家小孩去跟弟弟走了。我们先去吃那个仙人掌那个什么刨冰哦，岛灰啦，要不要吃岛灰？
你要不要吃岛尾？有没有吃过仙人掌豆花？没有，去吃看看好了。走，你我们在慈溪码头。哦，这个是慈溪码头啊。啊，有看到仙人掌豆花，想来吃看看，吃一下仙人掌豆花饼。我公，哎、欸，那我们我知道我要去哪个位置，上面那个位置有没有？凉亭上面。没开放啊？有啦。我公，你嘛真好命，你出来玩，还有人要找你买东西，那你叫谁处理？小韩啊。我们家小编啊，真好。走吧，我上去等你哈。有没有很凉爽？刚好上面有一个这个平台啊。像这样，水哦！你看人家在起啥？小型的定制渔网。我们要去的是那个慈溪柱状玄武岩，还有300公尺。仙人掌豆花，对啊，不要说到好不好吃，好吃不？啊，你吃啥？仙人掌汁，不会甜，不会甜，对，就我的菜。好漂亮的颜色，嗯，欸，那个啊，那个也要吃进去啊，薄荷，那可以吃吗？嗯，看着美食，仙人掌汁，那，啊，这个是仙人掌汁，仙人掌汁。但是它豆花那个什么滑石粉应该放不多，它的凝固没有非常多。你也在滑石粉？这有甜的，可以放糖。嗯，基本要做豆花一定要用滑石粉，啊不另外那凝固。这我怎么知道啦？哦啊，好不好吃哈？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你们自己来吃吧。这个果实，仙人掌果实有啊，我们都有看到啊。就在楼下那个桶子。没有，到处都看得到仙人掌花。嗯，还是来到仙人掌花，对，主要就是豆花是用这个果实做的，嗯，而且它这个仙人掌连在海边的石壁都有，石壁哦，我吃看看，看看好吃，看一下。哇，淋上薄荷，哎，再来一点柠檬吧，老板，这个柠檬加，很好，他说黄哥吃过人家柠檬，没办法，这个真的要再加一点柠檬，酸酸的。哦，你们两个今天是蓝的哦，来，两个蓝。两个男孩，男孩，两个男孩，你是两个男孩。我墨镜，哇，这我不来，还是就不会，就要戴起来。哦，来，隔壁也是有个男的，两个男孩，来，三个男孩，来，蓝蓝的天，来，三个蓝，两个男孩在这边，两个男孩。哇，好像难得大叔入境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岩石，看岩石啊。这个啊，你要柱状这个啊。对。这个其实坐船到离岛去很多。坐离岛，然后有看到吗？近距离的有啦，很多啦。你看，我就那里啊。走，走过去，像这样。我从那边飞飞机飞过来这里的啊，有看？这澎湖到处都有这个啊。然后你看，没有？它这个就是退潮的时候，鱼就会到这里面。你看它们围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像这样，就是那个七美的双星食物的原理是一样的啊。他们把它围起来，这高空飞的时候很漂亮。这是柱状，是什么？玄武岩吗？好，那老板娘，我们又要准备下一个行程了。看完那个柱状的玄武岩，好，那我们要现在去。吃吃喝喝行程的，吃那个什么，昨天没有吃到的生鱼片，今天一定要去吃到吗？啊，还吃不完，吃不完就别吃。或者下秋天有那个雕塑，左转，
灯号在这里哦。这边没有红绿灯，要小心一点哦。这个生鱼片专卖的，炸的有九孔哎、欸，我点完了呢，你点完了，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，嗯，老板娘这一盒多少钱？小的490，大的900。这个澎湖的秒杀料理，哦，来这边第一天来没有拍到，第二天我们终于吃到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开动吧。谢谢。嗯，幸福的人生開始。幸福的人生开始哈、哦。那个车伯玩的还是不一样哈、哦。跟着大叔玩就没错、哎。开动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。谢谢。开动，开动。这个话是红潮，然后鱼的鳍边肉、哎，黑尾鱼、嗯、黑点，然后竹梭、鲤鱼就红，红干、鲶鱼、煎鱼跟土托鱼。哦，这几种。对，你就从浅色吃，然后有炙烧的鱼你都可以进去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十种啊，十种，十种，十种。来 ，OK。来来，一定要立稳，赶快。从浅色的了哈。待会再去买。没有，你要吃，你 要, 吃你要现抓的吗？我等一下带你去。哦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去拿。对。哦，去那差不多了嘛，这个行程完过去刚刚好。你带他，他在不在？他说浅色的开始了。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多少？嗯。嗯，没办法哦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很少用土豆鱼当生鱼。哪一个是土豆鱼？这个、哦。炙烧的。炙烧加点金桔。哎、欸，你很快呢，你已经秒杀了。隔壁的还没吃完，你先吃完。人家三个人吃，你两个人吃。你看下他腰啊。不是隔壁是客气。边边拢大盘，你食较紧。你不吃隔壁就吃掉。你是在地人哦、喔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当在地人。哦。嗯。当在地人。对，我们在地人三天四天我们就离开了。哦，好。你看这九孔鱼，两吃一个大盒哎。哎，你两吃一个大盒，你很难想象哦，在这种古厝里面哦，吃着这个生鱼片哦。对啊。对对。非常新鲜的。对啊，很新鲜。哎，我们现在是那么吃小盒的，吃的不多嘛？我们俩是有补饿吗？我们吃大盒的。你有刚刚多点了一盒，我想要跟爸爸一起补的吗？我多点了一盒啊、哦。饿了，不要紧了，刚好你都有多点。对啊，多数超美。还好你有多点。很舒适。他一直想要找这个三合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买老房子来住，怎么跟我这么多的同一样啊、喔？你也是要收集啊、喔？哇，我们找了多久了？找了多久？那时候找到那要去台湾的那个那个要去台南，有没有找到？没有，三合院。只是说他那个view没有很好。哦。我们就没有。这里啊，你看。这里都是三合院啊，像这样子，你看。对，看有很多，就是我是有一部分自己的留起来做 DIY 的，对啊，那个感觉温度会更好。对，惊。惊。你慢慢来讲。对啊，对，你放着就好了，哦。我想去找猫。哎，你看，澎湖的猫，每一只都这样。
每一只都这样很温驯，你摸它它都不会怎么样，然后它都乖乖的喵，每一只都这样。好，这里好几只猫都是这样。对啊，后面有三只。啊，它会来跟你。它要给你撒娇。撒娇哦，来。它是看人看多了。嗯，然后就是它不化身，都不化身，很化身，然后天天亮。我手去对面，真结扎过的。我跟你讲，他看过的观光客比你还要多。结扎过的，这男左女右，这是左边是男生。你怎么知道他结扎？耳朵结掉了。哦，这个。他表示结扎过的。哎，我要去厕所。走。